这个猪骨头的话，把它拆下来啊。我们先等一下，现在10分钟已经过去了啊。这个猪头肉的话已经冷却了，现在我们就趁这个时间呢，把这个骨头的话把它拆下来啊。哇，我们先从这个猪鼻孔开始，这个里面的温度还是有点高啊。哇，手好烫啊！哇，看这种肉，这种肉特别好吃啊。我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肉啊，哇塞，太漂亮了！现在我们就把它全部拆下来啊。哇塞，看这个里面的这个油水，好多，哇，这个里面的温度太烫了。看这里面的这个肉啊，好漂亮！我们先把它这个牙齿把它拿掉啊。哇，好，第一个骨头已经出来了啊。看这上面的这个肉啊，这种肉是最好吃的。现在给大家吃一口，特别香。好了，这个就留给小孩吃了啊，先放这边。哇塞，看，这个就是精华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好了，掉了啊！看这个大骨头啊，好香啊，这个肉。好了，我们再拆这个啊。哇，看。油了，全是油，哇塞！看呐，啊，这个也拆掉了啊，看这个骨头也下来了啊，看这个地方的肉啊，这种就是精华，看到没有？这种啊都要留给小孩吃的，我们大人呢都不舍得吃啊。还有这个，这个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是舌头啊，看这个舌头肉也是很好吃的啊。最后一个骨头了，哇，好烫啊！好了，最后一个骨头也下来了。看这个上面，牙齿上面的这个肉啊，看，哇塞，吃一个吧，哇，特别香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这个骨头啊，都已经全部拆下来了，带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肉，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肉啊，特别漂亮。猪头肉它有一个特点呢，它吃起来的话，像这种肥肉啊，吃起来它是肥而不腻啊，它是一个。